大，还把这围个挡弄嘛，眼睛大大，对啊。海山上面的那个瓜子大概弄嘛，就做短。找个眼睛大。对啊，对，就找就在餐厅就碰到我，他说你、嗯，你不要老是唱那个到北头啊。就做瓜娃琴，嗯，他就做工啊，本来是讲盈杰的祝福，现在改盈盈的祝福。哦，盈盈祝福，用你的名字去取歌名。所以这个又是第三位男人，第四位。郭金发老师，哦，这个 郭大哥，田宏他是你的前男友，因为以前我们在那个最早的时候，我看吴宗宪可能还没出道，那时候我们在中信那个永和中信歌剧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坦白讲，每一个歌者只应该有他的定位在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是销价登台，那么郭大哥呢，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舞台电影，我喜欢唱国语歌，而且我有参差闽南语歌，爱的干嘛讲，哎，英姐你就带一块白白的，有他的一个很特殊的味道，一个转类点啊，就是一本来就是公益，啊，就是伊甲你讲，叫你去唱台语啊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在一个唱片公司同家，那么刚好龙飘飘也同家，那龙飘飘就是老板要叫他唱闽南语，刚好龙飘飘很忙，那时候他在新马的好红，东南亚龙飘飘很红，红的不得了，红的不得了。那么他就说啊，一共。啊，你不要叫陈英杰请，我们的唱片老板弄，我们在外头就带一个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头一带就叫我录了，就第一张就 hit 了。叫做什么？天涯找爱你。Oh my god， 那个很红的呢。天涯找爱。第二张才有期待再相会。期待再相会，有。所以等于是期待再相会，你知道吗？坐长荣航空有没有？那到的时候，那降落的时候，再会再会，难分难离在心底，就开始唱那个歌了。这是我启发点的闽南语，所以等于是当时候郭金发大哥一句话，这个歌兄弟就比较不爱了，因为他们你会嘎嘎嘛，再会再会，期待咱的再相会。在这对连续这样子来，是，所以真的要谢谢他当时推荐你去唱这个闽南语歌曲，选我。就是说，刚好有这个机运，刚好也是龙飘不录，那我来录这样，好，我就一路的红了。郭金发哈，我就想到他一条瓜修吧，是吧？对啊，那个是打棒球的时候出国去比赛，都棒这条瓜，就红不浪修吧掌啊，修吧掌就很好玩的。干脆我来唱两句啦，你得爱球，爱球都讲了，哎。哎呦！啊，今天天蒙蒙，乌云踏子归路东，只要头路无光，将是来未休。坦白讲哦，你良心讲，哎，这制作单位假后呢哈，哎，阿公阿娘两个公直接见面，人客啊，无出来嘛，公唔知两个公叫夫妻脸啦，他们是变夫妻脸，身材一模一样啦。我跟你讲，郭大哥啊，良心讲，我们出来，我咧出来秋瓜都开始出来秋瓜，温基都会讲演啥。郭大哥拢不一定到底，我刚才的英杰哈，英杰我很欣赏他啊，谢那讲讲，因为哈一点啊的这个背后哈啊，给我恶落哦，我将来你面头前哦，我唔知影，唔捌听会给我恶落过，丢丢啦，啊，伊这个人哦，真有情义啊，是，你这点所以我今仔日哦，专程过来，对啊，特别你看从高雄啊，主要那是哈，你的情义和我感动啊，是。哇，遐尼久唔捌见面啦！你话久无见啊？来看你那健康，系安尼哦。不过是妈妈的高雄对吧？在高雄，等等，他在高雄做电台了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到郭大哥做电台啊，是在主持电台服务听众。
接受他们的点歌，安尼都对啊。年轻都是安尼，这个服务业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也是啊，服务为目的哈，在空中发出来声，很有磁性。对呀，安尼和你广告者，你用你电台问候台呼啦，台呼。非常感谢咱健康大家庭所有敬爱听友。哦，啊，一记的哈，人吼食愈侪嘿。都爱重视健康，所以我逐天咧拼健康，拼健康永远都无休困日。哎呀，哎，这个不错不错。好嘅人无健康的专利，善家人无破病的本钱，所以逐天都要拼健康。不错不错，好温暖的声音哦。所以你看他那个声音哦，缓缓的。但是会让人家有得到疏解的感觉，对，你的感觉我听一下，好满足哦，感觉讲咧无压力啊，那个，哎，你也在讲起来，当年呢，你认识的陈英姐有那一段呢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叫唱的第一歌，对不对？黄色的无只卖陈英姐嘛。在迄句的中间吼，的歌厅内对我所听到一个唱国语歌曲的歌手吼，我头一个发现讲，哎，他的嗓音。还有他先天的条件，哎，一叫应该来唱这个演歌型的，就是唱台语歌。在咱迄句的中间哦，这用日本曲啊，添台湾歌词，这样歌真多。哦，啊，我发现讲有这个天分。如果将伊的歌声甲伊本身的喉韵，伊本有的天分来唱这样的歌吼，绝对迄度。哦，啊，我就甲鼓励，讲啊，我就不要讲台语，讲话紧。你歌词吼要按我教你，我再跟你讲。哎，今天干脆先来唱一下啊！等一下，我请那个我们郭大哥啊，那跟乐队的商量一下，我们找一首歌，你们两位来合唱。我们两位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一定会唱。那个叫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吗？你自己嫁。今天你要嫁给我吗？不啦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来来，那先听他唱一下，闭嘴的康脆好不好？来来来 ，music。嫁你应通讲出嘴，彼阵予人伤心的代。